你是一具凡人，想要弑神。想说叫弑神，因为作者叫陆空文。我老板觉得，这个小说直接影响了他的健康。找到陆空文，杀了他，别辜负我们的信任。 反正不是凡人，这小说是你写的，那你就能改变那个世界。是瓦上人要你死，你就没有道理活。是瓦鬼，我是来杀你的。 他老人家可是天神一般的人物。